有着一本龟儿手势脚专注大白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腿毛。腿毛在台江苏人体中未知年龄，不想苦逼研究的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全台北最大的二手市场。我之前在网上看了，有人用10块钱就买到了家庭200-300的韩货。今天我们要100块钱人民币，看看能不能在二手市场搭出高级大白风。经过我这几天翻阅小红书总结出来的高级感穿搭，首先要混起来。搞错了，再来。高级感穿搭三要素：混搭、颜色对比、层次感。先找件看看能不能让我叠穿上去的衣服。这个真的是也太……就我一个猫咪。时尚单品没桃子，和大爷大妈唠嗑倒不少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今天逛的二手集市呢，大部分都是一些大爷大妈在摆的，所以跟时尚这个词来说呢，不能说是一模一样，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吧。但是时尚的完成度在于细节，我们决定去看一下能不能淘到让我惊喜的小配饰。这样多少钱？200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它会不会一下便宜点？哇，阿姨，你这个灯火完美，便宜一点吧。130啦。哦。那一点都可以的，挺高。卡了半天，只砍11块小姑娘，你不知道开山刀对半砍吗？从天亮到天暗，从开山刀到灭瓦走的，看到这儿的我谢谢您。灭瓦走，咱们看成品。Hey boy。100块钱买了个三亚小玩意，你们觉得效果怎么样呢？你们还想看我100块钱买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